今天呢，熟立公益气象啪啪够啊，带这个花莲的漫飞天使来到我们海洋公园。在我身边的啊，是海洋公园的吉祥物海豚若依。哇，若依好热情哦！刚刚啊，小朋友一看到若依啊，就已经啊欣喜若狂了。来，若依，我们一起啊来跟小朋友来哈这边，哎，跟他们打个招呼，好哟。好，那呢我们可以看到啊，现在呢因为啊也到快到万圣节了，所以呢在这个海洋公园到处啊我们都可以看到万圣节的一些装扮，甚至有一些餐点啊。那么另外呢，事实上啊，尤其现在为了振兴花莲，所以呢包括了观光署也推出了很多利多，所以我们要请出啊我们的雅海。大家好，对，赶快来告诉大家这利多消息是什么呢？好，那观光署呢推出这个台湾好乐园门票只要二折的一个优惠，现在到海洋公园呢，不论你买什么票种，门票通通都只要二折。二折？是的。哇，那除了这个二折优惠以外，海洋公园再加码，你只要购票入园，隔天都还可以享一个免费再入园的一个优惠。没错，而且不只是啊，我们海洋公园饭店，对不对？是，那现在也有优惠。是是是，那现在饭店呢也有这个住宿的一个补助，所以非常适合在这个时候呢，西家带眷呢，全家大小一起来海洋公园跟花莲游玩。的确是哈，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啊。那么这次呢，我们不仅啊，其实呢，气象啪啪够在振兴花莲的观光，这次我们呢、也帮助花莲的漫飞天使。那么跟大家说哈，真的是很谢谢大家的善心，因为啊，累计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呢的这个善款已经突破了400万元喽。那么在这边呢，熟立啊也要告诉大家，只要您呢认捐300元，就有熟立的这一份2025年的公益桌历。那么今这个明年的公益桌历，您可以看到，其实风格啊跟之前的完全不一样哦，因为我们走的是有一点复古哦电影的一个风格。那你看到啊这边呢、事实上有很多啊表情，其实坦白讲，熟立要我现在走我也做不出来，所以熟立在拍摄这一本公益桌历的时候真的很认真很投入啊，希望呢大家也会喜欢。那么当然呢，如果说呢您想要得到这一本公益桌历的话，现在所剩不多了哦，不管您要不要桌历，其实呢100元不嫌少，300元就刚刚好，甚至呢10000元、100万元，我们也欢迎七月一起来帮助我们的花莲漫飞天使。再把时间交还给彭丽主播喽。